磁铁在哪里呀？把磁铁在哪里？真念在哪里？你们不告诉你。故事要从一个半月前说起。机缘巧合之下买回了一只阿拉，大家帮我一起给它取了个新名字，钱多多。多多营养不良，并且长期关笼子，导致后腿骨头变形，肌肉萎缩，有一点瘸，有皮肤病，指尖延瘦的只有30几斤。我本以为它到新家会上火，没想到特别自来熟，很活泼开朗，睡觉终于不用蜷缩在笼子里了。多多对戴哥更是一见钟情，抱着势在必得的决心开启了漫长的追夫之路，被戴哥拒绝了无数次，但是多多从不气馁。多多的腿也逐渐好转，从30多斤长到了60多斤。就在这时，多多发情了，戴哥也表现出对多多不感兴趣的样子。我越防越防，毕竟多多还是个孩子，不想让他这么早当妈妈。没想到多多追夫就这么成功了。霸道总裁爱上我第一集。我打了。干啥？不要打啊。不要。你不要打啊。啊。你不让我打他。走。霸道总裁爱上我第二集。